是分账了，所以看你的状况，还比较多，就是档次，所以每一天最少要个十五分钟，睡眠或者吃打啥子，这个啊。OK 吗，妈妈？啊，可以吗？好，现在跟你打气，打气，用气功机，哈。嗯。还可以哈。我在用气功机，这个气功机是我爸爸生前他买的，那以前我爸爸在家里也有做，那可是我妈妈很少用，那这次我想到说，哎，也许这个机器也可以帮助我妈妈，所以我就把它带过来。那在我不在的时候，晚上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就请他们帮我妈妈做气，用这个气功机帮助她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办法24小时都陪着我妈妈，对不对，妈妈哈？晚上我就请看护说拜托他们把妈妈，平常他们是一天早上起来一次，下午起来一次，那我希望他们晚上，如果我没有过来的话，晚上把他抱起来坐一下，然后同时也做这个气功，做这个气功机。妈妈好像刚刚我给他喂饭，好像有一点呛到。妈妈，你把他咳出来哈，不舒服把他咳出来哈。不舒服就要咳出来哦，哈。刚刚他吃的很多，吃了大半碗的稀饭。那我有帮他加那个大豆软磷脂，也有帮他加那个啤酒酵母。我新买的啤酒酵母跟大豆软磷脂，蛮好，香不香？啊，今天给你加的那个啤酒酵母很香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加软磷脂给他吃，因为我是觉得要食补，啊，食补哈、啊。老师说食补重于药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给你加大豆软磷脂哈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妈妈的手比以前，比以前的手，蛮僵硬的程度很严重，现在好多了，你看看，有没有发现？
跟你一开始跟一开始来的时候，你看，但小 K 啊，比以前好很多，对不对，妈妈？啊，妈，你手打开，手翻过来，手翻过来，照照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看看，哎，我妈妈做的好像刚刚是不是没有做好？做，也还好，可以做的再直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帮他调的做的更直一点哈。先有一个角度，等一下做完了气功，给他调一下。好不好？想咳就咳出来哈，如果觉得那个肺里面有东西就咳出来哈。咳出来很好。咳出来，咳出来哈。哎呦，他，还，师母帮我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到他的脚掉下来了。可能要放中间一点。师母，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气功机？有没有看过气功机？但是他们是说这是气功机。以前我爸爸在生前的时候，我有去带他去花莲。花莲有一个苏博士，是不是博士我忘记了，苏信昌还是什么，那时候很红的，去他那吃都是吃有机蔬菜，然后喝能量水啊什么，然后他教自然气功，天然气功还是什么动功啦，然后我爸爸有一阵子控制得很好，对，那边就有这个机器，每天他就让大家那个一天去打个三五次，有空就多打多打的。除了自己做以外，也做这个。对，它会自动停止，好像是，我没给他注意，反正到时候他就会停这样。姐，每次来这边都会帮妈妈做记录吗？不一定哎，我觉得有特别的事情，我就会跟她做。那你这些拍的影片会放在？我都会放在 YouTube 上面。对，我只要有做，我都会做，但是报道我不一定会做。不一定会做报道，麻烦一下。你是说往后吗？好，那就往后退一下。对，也许是，怎么了？就是
是我如果问你问题的话，因为刚比如说你回答我嘛，对不对？会重复小的问题，因为这样观众就比较知道说哦，你是有录影，就是当我们刚刚在做录影这个动作。对，不是都录起来了吗？我都录起来，然后我就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你可以重复一下我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哦，有我每次来都会帮我妈妈做录音，就是重复那个问题，这样子观众才知道说，哦，我们现在是在问录音这个问题，因为从头到尾就关键字都没有提到，因为我的话会把它卡掉。哦，你的话会把它擦掉，哦，这样，对，好 ，OK， 哦，好好，哦，这样你会把它擦掉，通常你都会习惯把它擦掉，哦，我从来都没有擦过，每个人做法不一样，因为我没有直接去擦，去剪的嘛，那还得了，花多少时间？你说，欣姐，那你每次来都会帮妈妈做东西吧？有关这个录影的问题，我没有每次都录影，因为照顾妈妈非常的很多事情，我每天都非常的忙碌，好像每天来了都做不了什么事情，哎，然后时间一下子就过了，天就黑了。又是该回家的时候了，就觉得想要录的时候才录，那录起来也不一定有做报道，那就是把那个影音放在 YouTube 上面，好了吗？怎么了？不好意思。你好。我妈妈好像有点呛到，是不是？请你跟那个护士说一下，看有什么方法吗？好像有点呛到。哦，下班了。都会放在，就是放在哪个平台上面？哦，我做的报道呢，通常呢，会，哦 ，OK 了，哦，所以大概就是15，我做的报道。